亮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、啊、挖什么花，看来也不起了，又不是什么网红，唱什么花园种花，就是300万都没有，只配挖鼻屎。趁爸爸出差，是妈妈又开始作威作福。豆豆，豆豆姐姐来了。豆豆，是不是舅妈和佳佳又欺负你吗？是又怎么样？王豆豆就是我手里的豆米团子，输赢定律。因为你可爱的大强舅舅出差了。可恶，你们不知道豆豆有强大的粉丝团吗？豆豆姐，林爸爸的粉丝都快500万了。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。哇，喜欢豆豆的表演吗？豆豆，你们可爱的小手加个关。